就如同刚才我们一开始我们听到了巴哈的音乐，我们接下来下半场我们也是由一首管风琴曲揭开序幕。这一首曲子叫做 Veni Emmanuel， 就是请来吧厄马努尔。厄马努尔的意思就是天主与我们同在，天主与我们同在使我们真正感到回家的那份温馨，也感觉到在生命中间好像漂流不定的船，今天有一个锚可以下在海里，让我们都安定下来了。所以我想请我们的潘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曲子，我们也希望透过他的介绍，透过他的琴音，一起欢迎请来厄马努尔。各位朋友大家好。好，其实这首曲子啊，大家可以看到投影幕上面David Henry Williams， 他是一位威尔斯出生的作曲家。大家知道威尔斯在哪里吗？对对对。然后呢Veni Emmanuel 的意思就是神父刚刚说的厄马努尔，恳求降临。然后这首曲子呢是一个教会传统的拉丁文的赞美诗，然后在目前就是在我们教会的礼仪年在江陵期的时候呢，第三主日开始可以咏唱这首曲子。那我们现在已经要进入到圣诞节了，所以想说为大家分享一下这样子的一种曲目，然后来帮助大家准备心灵，然后好好的来迎接耶稣圣婴的降生。好，让我们一起掌声欢迎厄马努尔来到我们当中。
我们谢谢潘天明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厄玛努尔，请来》。接下来呢，我们要欢迎一位我们非常特殊的一个弟兄，viene da Italia， 从意大利而来的。我们欢迎我们的安神父。请安神父介绍一下他自己啊，他怎么会从意大利到了台湾来的呢？很简单，就是被派来的。我是神父，我学会派来我。很有趣的，我的圣名是厄玛努尔。啊，刚刚接着那一首曲子之后，跟圣诞节有关系，因为我一月出生。本来我妈妈要给我的圣名是萨姆尔，因为她想要我当神父。她之前她自己想当修女，后来她爸爸妈妈不要了，那就后来想有孩子可以当神父，然后萨姆尔。她爸爸不习惯这个圣名萨姆尔，然后妈妈圣诞节的时候常常这个时间听到厄玛努尔，请你来临来，然后想到给我这个圣名。然后就最最完美的，哇，真的是。所以呢，就厄玛努尔，哎，本来是从天国到世上，现在是从意大利到台湾。对呀、啊，你今天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你选了接下来为我们唱的这首歌呢？对，因为我们请耶稣来临，圣诞节我们庆祝他的来临。那这首歌叫《Panis Angelicus》，天使神粮，哦，天神神粮。这个就是耶稣的圣体。那我因为是神父，就是我的我每天要举行弥撒，然后送给教友最珍贵的宝藏，就是耶稣圣体，所以跟我的圣召有关系。然后圣诞节就是耶稣来临这边，是为了真的居住在我们中间，然后他的圣体也是他留下来的最大的宝藏，所以想跟大家分享，透过音乐也这个奥妙的事情。好，各位知道哈，安神父很多意大利人都很会唱歌，但是安神父是特别的一位。你要不要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意大利得了什么特别的学位？就是在意大利有在音乐学院那边有的那个硕士学位，就是声乐加男高音，然后在那边唱很多，做很多音乐会等等。后来圣召来了，那就当修士，然后就被派来到到台湾。我在福大这边已经11年了，教意大利文，在意大利文系。我现在也是福大的学生，博士生，宗教系的博士生，也是太上少列堂的本堂神父，所以不会无聊。OK。所以，谢谢你。天主真的派来的人不是阿猫阿狗。真的是在我们中间一个会唱歌的。我可以说你是夜莺吗？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我们安神父的歌声为我们带来了是天使之粮这首曲子，让我们也跟着安神父一起享受天主所赐给我们的天上恩宠。谢谢邀请。
谢谢我们的安神父。接下来有一首歌曲，也许我们很熟悉，可是今天晚上的版本特别不一样。我们是不是一起鼓掌欢迎我们的洪老师到我们的中间？洪老师想请问一下，今天的版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我今天要演唱的这首曲子呢，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英文叫 O Holy Night。 这个旋律应该大家都是非常熟悉，因为它是非常普遍的，我们讲就是圣诞的诗歌。那今天我要带来的是瑞典语版本的，但是我会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这个曲子Holy Night 它原著是于法国，所以是法国诗人他做的，那也是一个法国酿酒师他写的词这样。那今天我会带为大家带来的是瑞典语版本。那我解释一下，因为谢谢，因为英文版本的就是它的意思其实跟我今天要唱瑞典版的不太一样哦。那瑞典版它是说，当然他说救世主来到这个世上，那他为我们打破了沉重的这个世界的牵绊，那他来为世人赎罪，为我们他承受了死亡与痛苦，但是他带来的希望之光穿透了这个世界，然后呢闪烁在陆地与海，人们，我们现在要倒下，并且愉快迎接神带来的自由。谢谢你为我们救赎。好，那现在请大家欣赏这瑞典语版的《O Helga Nat》。谢谢洪老师。Okay.
谢谢洪老师跟潘老师为我们一起演奏的这一首《Oh Holy Night》。接下来呢，我们台北圣乐团在我们李佩坤老师的指挥之下，以及卢祖芬老师的伴奏之下，也要为我们带来好几首非同凡响的歌曲。那我们希望也能够借着李佩坤老师他的介绍，来帮助我们更认识今天晚上我们所要领赏的圣乐。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台北圣乐团。感谢福大的邀请，很荣幸今天有机会来到贵学校参与圣诞节的音乐会。台北圣乐团，我们是一个圣乐服饰的团体。基本上我们是不会到各教会去募款的，我们最主要是到教会去做音乐服事的。那参加我们没有门槛，只要你喜欢音乐，我们都欢迎你的参与。那我们的目的，我们的宗旨是用福音诗歌，用各种合唱音乐来传扬救主的福音，希望藉由音乐来让很多不认识福音的弟兄姐妹能够借着我们的音乐能够认识神的话语。那我们今天所要演出的曲目有三首，都是来自韩德尔《Messiah》的的第一个部分。第一首是报好消息给西安的，第二首是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第三首选自《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八节到十四节，它描述天使天勋赞美基督耶稣的诞生，赐给我们永远的平安。也希望我们在这个纷乱的世界里能够得到有属天真正的平安。
谢谢你们的邀请，谢谢。Thank you.
谢谢李佩坤老师为我们带来的台北圣乐团为我们所演出的这几首韩德尔的神剧。我想我们为我们来说是这么样子难得的机会，今天可以在这个地方一起见证到天人的光荣。马上接近圣诞节了，谢谢大家今天晚上参与我们的这一场演出，让我们一起分享天主在天受光荣，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祈求天主降福各位，谢谢大家，谢谢今天晚上的来宾，天主降福。